栋三代同堂的透天别墅，设计团队以人为本，为全家打造惬意舒适的度假宅邸。一楼公领域面向花园，保有大面落地窗，任意阳光流淌在空间中，与室外生动连结。屋主喜爱收藏艺品，在客厅现已考量摆放位置与展示架高度，而带回沉稳色调，衬托艺品的雅致底蕴。接待区在石材与实木映衬下，散发大气温润质感，同时结合竹子造型，让景色刻画其中。地下室规划为餐厨区跟视听室，整合全家人欢聚空间，借由长廊拉紧场域动线脉络，增加空间互动性。二楼以上为私领域，设计团队借由跳色单品家具和氛围营造，让每间卧房具有自我独特风格，创造三代皆宜的梦想居宅。